哇，我们的台风山竹也太强了吧！一瞬间，他们的村庄就已经被摧毁成这个样子了，可想而知，这个台风山竹威力是有多么的强大。享受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孟轩，欢迎孟轩的插件介绍。今晚呢是给大家介绍我手上这款龙卷风插件，想必大家早有耳闻咱们的一个山竹台风。山竹台风的话呢，虽然和龙卷风是有区别的，不过的话呢，两者都是风引起的。龙卷风的话呢是小范围的一个这个卷动，不过的话呢它的威力要比台风大，台风只是范围比较广而已。不过的话，我想到如果我们用到龙卷风大范围的进行一个这个放置的话呢，是不是就有咱们的台风的威力了呢？而且咱们这个山竹台风呢，有望成为咱们2018年最强的台风王，也就是说呢，它这个风力还是特别大的，已经高达16到17级了，最顶级的17级，可想而知，你们知道这个风力有多大，对吧？好的，那咱们这个龙卷风插件究竟怎么样子呢？跟着我一起来看吧。好的，因为我们要还原到咱们这个台风山竹，所以的话呢，我是打算利用到咱们海滨村。因为的话呢，风一般影响的都是咱们的一些沿海城市，这个海滨村的话呢刚好符合咱们一个条件。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直接手持到咱们的一个这个龙卷风啊。龙卷风的话呢，它这个插线代替的一个咱们的一个猎眼人，这边的话呢咱们也是不影响的，直接进行一个这个放置。大家看，哎，这边的话我刚放置一个，大家看这边滚动的呢就是一些这个泥土块、沙块，还有咱们的一个地岩，然后的话呢咱们大面积的进行一个放置，然后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，就比较像是咱们的一个这个台风的感觉，把东西全部都吹起来了。咱们不要集中的一个放置，因为的话呢咱们放的比较这个集中，就比较像龙卷风了。台风的话呢就是要范围的进行一个放置就可以了，大家看，哎，我们把它放上。不过话让我失望的，这个插件失望的一点就是，它为什么没有对这些周围的一些方块进行一些破坏？如果能有破坏的话，那是好的。像电脑版的那个台风插件有破坏，大家看，哎，那边是应该进行一个，哇，已经开始打闪电了，哇，已经开始，哇，这里面已经开始生成女巫了。因为的话，这个台风的话肯定是暴雨啊，然后闪都是这边袭击的，所以的话呢很正常，哇。我想我生存模式这个情况下，我应该一秒都生存不下去了。那我们多放几个，哇，来还原一场咱们的台风。哇，村庄已经不行了，虽然这个插件没效果，不过的话毁灭村庄还是可以的。这村庄是木质的，所以的话可以把它引导火焰，哇，可以起火了。所以的话咱们这个村庄也是在所难免啊，也是希望呢这场山竹台风呢不要影响到咱们的安全都可以了，只需要啊大家坐在家里面看一看外面的风景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听说山竹啊，台风山竹放假的有哪些，对吧？啊，我视频中小粉啊，你们因为台风山竹放假的啊，在我视频屏幕下留言一下好不好啊？我想看看你们啊到底放假多少天。哇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农田已经完美的已经开始，不对，不应该是完美，已经很悲催的已经开始烧起来了。哇，感觉这么一点台风就已经很带劲了，感觉非常有意思，哇！所以的话，大家想来游玩这个插件的话呢，可以去我视频简介下方进行一个这个插件的一个这个下载就可以了。这边的话，整个村庄的话呢，从咱们的一个这个村民的村庄变成女巫的村庄了，不过的话没有太多影响。希望这个插件能越做越好吧，因为的话手机版的插件还是没有那么成熟啊，电脑版插件还是好太多了。之前看了一个台风插件的话呢，它放在村庄里面的话是几乎是全部村庄全部被吸到风里面去了。不过的话手机版没有这个特效，我来想我生存来试一下，我生存来尝试一下这个台风有多强。来吧，貌似没有实力伤害吧这些台风。哎，没什么伤害感觉。哎，你别打我，我起火了。我都被烧到了，我被仙女巫给烧到了。我虽然没有被台风给吹起来，不过我被女巫给烧了。其实话呢，还不如给予我们一个这个哇，还不如给予给我们一个这个漂浮的效果，我觉得更能显现出咱们台风的一个威力啊，对吧？所以的话，我希望如果这个虽然这个作者是国外打的，如果有中国大佬的话呢，你们可以来尝试一下做出个台风，然后给予我们一个漂浮效果就可以了。哇，还有这么多龙卷风，你们都不放的嘛，对吧？好的，那么本期的这么一个实况解说篇章就给大家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那记得订阅下面。那我们如何的话，在视频下方留言。那我们现在只能潜水去逃过这场台风吧。好的，咱们就下期吧，拜。
大家好，我是孟轩。那么每天呢，我都会在这个自频道更新视频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个赞和关注。那如果你感觉这些教程还不够的话呢，可以去我的自频道转一转，说不定有你喜欢的东西。好的啊，那我是朱君梦，我们下期吧，拜。